最重要就是对神的国度啊，怎么样让他透过这样布道大会把神的信息传出去啊，我想都是对灵性都有帮助，生命都有帮助。我想应该抓住机会了，有机会要抓住，不要轻易的把这个机会放掉。一定要来参加，因为师母是神有给他使命，有给他恩膏，也给他意象，所以只要你来参加，我相信你会得着生命不一样。本身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怎么说呢？你看它的图形啊，它好像启示录上面是医治万国的树叶。那么这个树叶，我们你看在这主题上面非常美丽。我发现现在人心越来越多的人，渴慕主，愿意知道真神上帝，越来越愿意听福音。感谢主，我觉得。大复兴就快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，努力向前。